Jingle bell.继续放歌了。嗨，蛋挞，刚刚是不是还有个人进来了？嗨，阿三。嗨 ，KC， 晚上好，晚上好。天呐，姑娘怎么了？就是不知道哪个。天楼姑娘，就是那个外卖只能送到电梯那儿吗？我让他送到楼梯那儿，就是我给那个骑手说，但是那个骑手呢，他让他朋友送过来了，他那个朋友呢就走了电梯，电梯离我这儿是108000里，然后我就让，对，然后但是很刚好的就是有一个田螺姑娘，咱称她为田螺姑娘。遇到那个骑手的朋友之后说我帮你拿过去，然后我刚刚打开那个骑手的消息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挂在了我的门上，现在是一个人住，到时候应该是倩倩跟我一起在这个房间。晚上好。对啊，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他也没敲门，他就静静地挂在了我的门上。晚上好哟，咱们来放个歌吧。对，跨年公演还有星座公演。他们明天好像有外务。还有3号的握手会，行程满满。咱们明天先练个舞，后天再去录音好。好冷哦！你们说这个空调有没有制暖的？但是我现在拿不了遥控器了，苹果手机又没有红外线。所以就下不了那个万能的充电器，遥控器。嗯哼，马上就能见到喽。好冷啊！我现在待在床上了。播到几点呢？我在盖被子了。我今天打算把我这床被子放到对面的床去一起睡。刚洗完澡，突然有点困了。不一定，说不定有制暖，说不定有。但是飞机上我已经睡了很多了，其实。因为我把口红涂在了脸上。那我现在睡了，晚安。谢谢巧克力。我等等要先买一些衣服。怎么你们都不想多留我一会儿？对啊，没有丝毫的留念，烦死了。不行，不能直播睡觉。谢谢玫瑰花。看书看到3点，太猛了吧！
你想取个后缀吗？好，后缀那就取个后缀。你们在说什么？什么审核？尾缀，我觉得尾缀。暗潮化了，还行。什么拉一下？哪张？你们在说什么？嗯，我也可以睡很迟，然后熬夜练舞，但是不行。我看一下，嗨，这个林，哦，啊，姐姐跟我说不制暖。是要早点睡。你确实已经错过了。你忘了吗？然后发了一个很好笑的表情包。和倩倩住，但是倩倩一号才来。晚安，好梦。不过估计一点多一点就下了吧。没有空调，那热的时候超热，制暖制冷，除湿化气。难道不是？哎，你们看我鼻子又开始变形了。不是必备的，有那些单制冷的空调是很便宜的。Oh.
一小小的身躯甘愿世界为敌，眼睛里永远闪烁着光，像颗炙热的恒星。可以对，可以对哦，你想对什么？我没看到小摩托说什么。找酒店，冷的话多盖几层被子还好，等等再去烫一烫脚就可以了，烫一烫脚脚，脚暖和了，盖多一点被子就会暖和了。烫什么业务？对啊，但是热就受不了了。嗯，暖风机。对哦，我甚至没有带吹风筒回来，但这个去借就好。没有，那个是腮红，那个是确实有点冰，那是口红。暖宝宝忘记带过来了。我眼袋也太大了，羡慕。我要厚被子，有安全感，可以抱得紧紧的。先骂下脚吧，还要挨骂吗？对，厚被子抱着很舒服，再骂进去。那你送礼物我也会听你的，只要你愿意的话。然后我要舒服柔软的那种才行。晚上好。嗯，送礼物，送礼物。嗨，嗨，晚上好。但是广州很少有冷的时候。对，舒服的玩偶都可以。上次的那个宜家的那个就很不错。要骂什么？要骂吗？准备休息了，是因为刚刚手机突然没电了。没关系，过几天就回温了。我带了几件练，就是我记，对，我要么抱被子，要么抱枕头，反正就是得抱东西。薄的衣服吗？反正就带了几件练功的吧，我就打算看看过几天的天气，然后买一些衣服。过几天也确实有一点冷。短袖不至于吧。公演那天我的队友送了我礼物吧，什么意思？每个人都送了呀，我们不是玩了那个吗？我们不是做了礼物交换的活动吗？哇，上海现在只有一度，甚至到负一度了，昨天都负度了。哇，哎，刚到上海的那一天也有17度。哎，那我可以说不用买太厚的衣服了，因为我到上海也有厚衣服穿了。
17度呢，有4号那天，对吧？耶、yeah, ，可以漂漂亮亮喽！今天晚上好好选一下。好了，我要开始骂人了。这个潇洒的小霸王虾，第一次收到了 H 队的队友礼物吧？不是啊，不是第一次收到，但是很开心，非常开心啊！我觉得整个过程都很开心。我看到别人收到礼物，准备的礼物也很开心。晚上好。自己准备礼物也很开心。有点饿了，晚上好。好了，我要先骂人。我们的业务开始进行时，潇洒的小霸王虾，你那是没骂着骂，为什么要我骂你？你先要骂你什么？说你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你自己说，自己说清楚。说，嗯，你下一条是什么？嗯，会很热。我跟你讲，嗯，对呀、啊，就是没骂着骂，你自己说不出来，然后硬要别人在这个鸡蛋里面挑骨头，骂人超可爱，骂人哪有可爱的？不觉得很可怕吗？那我挑了这个虾酱，每次在握手的时候都要假装新人，都要假装新人，真的。每次都要装，每次都被我快速识破，怎么了嘛？旧爱不好吗？什么阴影？你那么明显，那如果我认不出你，你会不会伤心啊？你会不会伤心啊？对啊，下脚是甜妹来的，一种很小朋友的那种甜妹。那种很小朋友的甜蜜。哦，万一呢？那你会很伤心的。要装，所以说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对的，直男直女，看到了没？好啊、哦，3号等你，可以见到的，恰巧会来的。下脚总是多愁善感，就是明明真的就是多愁善感，我觉得是我见过这么多的泡面卷里面最多愁善感的女生了。上次就是开玩笑说你怎么不来看我，就是问了个答案之书，特别搞笑，问了个答案之书说什么时候说能圣诞节能不能约到朋友出去，然后说约不到，然后就说那就是来看我就能约到啦，就是你们来看我所以才能约到，然后他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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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我解释了很多，真的多愁善感，真的很多愁善感。我是社恐啊，不，我是社恐，社恐这么拍了不一样的袜子。哼，我最好是社恐。你哪里社恐？
你们，哎，是卡了吗？对，刚好像卡了一会儿，现在好了。刚刚是卡了一会儿，蛮，应该好了。就是跟你说，人长大了不要这么多愁善感，不要让情绪做你的主人。对，新买的28，我在骂，我在骂，知道吗？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情绪的牢笼之中，知道吗？我完全没有误会的，本来现在就很有问题啊，就是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大家都很想我，也很想见我，大家能来不能来我都是能理解的，而且就是一个上海本来就是过来第一危险，第二花钱又多，我希望你们能就是在我身上获取到更加热爱生活的力量就可以。天天骂要看情况的啦，每个人骂不一样的，知道吧？会见面的，以后会有机会见面的，宝贝们。哎呦哎呦，你自己想想，你就来现场见我多少次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而且那个只是圣诞公演而已啊，这一次啊不是哦，对，这次是星座公演啦，星座公演有更多自己的 part， 而且这次还有握手，反正大家有机会争取能见面就见面，不能见面我也不会怪大家或者是怎么样的，虽然可能会有点小小失落或者难过，但是我不会因此就是觉得你们不喜欢我或者怎么样的，我知道我们都在各自的地方努力着。嗯，好，揣在怀里，嗯，是不是有点很搞笑？是哪种怀里？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嗯，好啦，不过这是人的性格嘛，多愁善感也是很正常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嗯，但是我很开心，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就不要藏在心里面，自己想很久就行了，不要自己想太多，而别人告诉我，知道吧？点错业务你管我，我说这是骂就是骂，解释权最终归农艳萍所有。好了，结束了，下一位。这个问号是什么意思？不要打问号，你还说你喜欢我，你都不知道我不喜欢单打一个问号出来吗？讨厌，有毒。两个还行，一个真很讨厌。哎呦，我好困。对啊，很喜欢听歌，你们不热爱音乐吗？我们先把现在要搞的业务搞完，我超热爱，更好噻。突然
就失忆了起来。去睡觉吧，没那么快睡的。不，我要骂。看吧，说你是绿茶，你就是绿茶。给你取这个名字还真的取对了，又说要业务。嗯，骂人也不就几分钟的事情，怎么就不让我骂了呢？嗯，晚上了，不要动感应，晚安。心疼姐姐，看看看看查的不得了哦，看我让我反查你哦。他也不会啦，不用心疼姐姐，姐姐就算咱们萱萱姐姐就算几天几夜不睡觉都一样是貌美如花，越活越年轻。可是绿茶姐姐可就不一样了，都不知道现在绿茶姐姐长什么样子呢，得早点睡觉呀，不然都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话了。嗯？怎么样呀，绿茶姐姐？胖面卷怎么会说你呢？咱们胖面卷最希望所有人都不睡觉了。嗯，什么谁在？哦，那不会，虽然我不睡觉，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睡不睡觉？不是，我睡不睡觉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呢？你还觉得你能做得了我人生的主人？珍惜身体，我身体可是太强壮了呢，你倒是要小心，多注意休息哦，熬夜一定要多喝水哦。嗯，要多补补水哦。哦，我忘了，晚上是不可以喝水的，不然会水肿的。天啊，我刚刚不小心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绿茶姐姐不会怪我吧？但是他们都说熬夜应该多喝水。你可以当 BGM， 然后一边复习。我马上就要下了，放心吧。但是还希望你早点睡觉。嗯，哎呀，太糟糕了！我现在住着这个地方都没有可以烧热水的，我呢就只能点这个新瓜柠檬茶来解解渴。嗯，都没有热水的，这没有烧热水的地方哪像绿茶姐姐呀，不仅有热水还可以泡茶呢。家里面绿茶都是乘车乘车的吧？
我不冷，没关系的，这里有450多个泡面卷陪我一起，可暖和了。嗯，好羡慕呀！绿茶姐姐不会是在影射我没有热水可以喝吧？好了，不查了，结束了。It's like being on the outside of an inside joke. It's like when they only got Pepsi and you really want Coke. It's like finally get a text back and it's just your mom. It's like when you just 不查了，确实玩的蛮开心的。嗯，那还有人要业务吗？你是不是回忆起了些什么？开玩笑的语气和真实语气可不是这样的。后缀，不改了，要被骂，你也要被骂。晚安，早点休息。床东，床东是什么意思？确实，但是这样俯拍很丑的，你们看。很可怕。嗯？怎么了？为什么救命？好吧，那我这样播。所以银宝你要那个吗？穿件衣服。你们在说什么？我看不懂了。你要骂人吗？晚上好。就是正经一点不好吗？绿茶姐姐说的对。巡游小银宝想让我骂什么呀？哪里有头发？你们有点幽默了。你不是要读书吗？怎么回事？我想想，全英宝怎么骂？你想要什么方式？嗯？你在怪我？嗯？随意，你也要背吗？茶真的很好喝。啊，我1:20下，我干完这个业务我就下。脑子要不好使了。心有小鹰，你的头像是在给草莓熊敷面膜吗？嗯，我已经洗过澡了，等等。我刚刚吃了一包那个，我刚刚吃了一包那个，就是在等待的过程中，
因为我的热水器没有插电，所以我刚刚下播了之后也没有洗澡，太冷了，在那等，然后一气之下吃了一包魔芋爽，根本不出门，不能出，不出门就能赚钱。我现在洗完了，没有，只是我后来发现魔芋爽的热量还是蛮高的，因为它那个油，所以就没吃了。喂，没事。嗯，早上就不吃了，我还吃了那么多。吃饭好，明天早上起来点个外卖吃。那多麻烦。我等等，按时睡觉。我先骂个小银宝。小银宝也是，小银宝，小银宝也没什么太大的缺点，没什么太多的缺点啊。大缺点还是有的，咱们没什么太多的缺点啊，基本上都是优点啊，一个优等生啊，而且还是勤工俭学的，半工半读的这种程度。优等生，开表彰大会的优等生，居然爱侄女，唉，那么多人爱你，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不要爱一个不爱你的人，然后还念念不忘，死抓不放。有很多人，我记得很多人喜欢你啊，只不过你不喜欢。送你一首歌，我想你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我想你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第三还是什么，也不是说你非得去接受人家，我的意思是你要先走出你那个，走出你那个自己，把自己禁锢在那段回忆里面，那段爱里面，你要走出来你才能去有力气去爱下一个人呀。什么单身情歌？对啊，这里明明有很多人可以选啊，你不挑一下？容易吗，宝贝？容易的话就不是爱了。唉，真的不难，真的，世界上多少艺人呀，真的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
找个更好的侄女，确实。那么早去打第三针，早知道我就应该早点在来广州前把第三针给打了。对啊，其实真的很容易的，你只要想明白了就容易了。你偶尔想，但是想明白了并不是说你完全不会难过。这怎么突然红了？就是你想起来你还是会难过，但是感觉我不能再直播。你想起来还是会难过，但是真的无所谓了，很多事情真的无所谓的。你不爱他一样有人爱他，他不爱你一样有人爱你，这世界还是会一样运行。你伤不伤心他就这么做，他就这么过。看吧看吧，你这个人就是固执固执，你真的是固执。我说能就能，爱一个人多简单的事情啊！你看你不就爱一个人爱了那么久，再去找个人爱不就完了？首先你得把自己心打开，让别人走近你，很容易就爱了的。一年半而已，就一年半，十年八年呢？对，所以最主要就是不要再跟他有任何一点联系，真不是非他不可。好的人，好的侄女那么多，谢谢你的 TH2 的荧光棒。毕业了就拜拜了，你现在就可以跟他拜拜，少说话少联系，能不联系不联系，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反正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知道，如果对方喜欢自己然后自己不喜欢别人的话，都会跟他保持距离的。你这个人就怎么回事呢？我说你那个侄女又怎么回事呢？你们不觉得这种都是耍流氓吗？都是在吊你吗？我身边又不是只有同事。对啊，就是消耗。对啊，不喜欢就拒绝。人都是很需要陪伴的嘛，我觉得他就是希望你一直能在他身边。但是这样你只会坠入无尽的深渊。好了，我要散了，确实我要散了。人就是这样的，很骂完，确实我一说到这个真的就来劲。你不觉得他就是在伤害你吗？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啊，离他远一点。他就时不时出现在你生活里面一下，一点儿别去看，朋友圈你还能看到，删掉啊，屏蔽啊，屏蔽吧。你没有屏蔽他，你上次你就跟我说他最近都不更新朋友圈了，所以我看不到。你管他更不更新呢？你管他更不更新呢？
直接屏蔽他，你不愿意不好意思删他，那你就屏蔽他，这个最好骂的了，就觉得不值得。为了感情，确实啊。没跟过朋友圈，因为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跟朋友圈。你不在他的身边。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有坏人的。自己不是挺好，不是挺快活的吗？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你自己现在一下能做很多事情吗？你不是很忙吗？你那么忙，怎么还有空想这些啊？越忙越有空想，嗯。我自己都忙不过来，忙的时候不都是跟他一起？不是，是不是挺好看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毛毛的。准备下了，你怎么失忆了起来？现在不一起不就好了？现在不一起不就好了？关什么以前呢？一个人有什么不好吗？一个人更自在啊，效率更高啊，真的很好啦，很舒服。但是上面有诺诺的一些标记，对呀、啊，我觉得自己真的挺好的。人谁离开了谁，不会真的有人离开了谁过不下去的。你想想，你以前不喜欢他的时候，过得不也挺开心的吗？就是谁离开谁的，心灵上河图。那不是。萱萱姐姐，离开你们就不能活了。嗯，我只有你们了。骚扰，骚扰的话确实蛮酷的。很烦的室友都能看到，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可能是我们眼光太高了。那既然眼光高的话，那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啊，你会遇到更好的，好的人值得等，也一定会遇到，地球是圆的。
给我个好看，他谈恋爱。那我们只有彼此了。就是嘛，美姐姐配帅弟弟，配甜妹妹。配好妈妈。真的太累了。谈恋爱的时间多拿来睡睡觉不好吗？什么？你已经见过绿茶姐姐了？我还没见过绿茶姐姐呢。没有是这样，没有啊，反正意思就是觉得别去想了，你真的只有这个可以骂了。那么优秀的你为什么要被困在这个地方呢？所以你现在真的想明白了吗？我都播了很久了。好了，我也要下了，先说晚安吧，等等你回来看不到我的。就是你不来，好几天不联络了，谢谢秋天的奶茶。原来才好几天不联络，我们都多久之前开始说这件事情，让你早就把他删，你早就跟我说你要把他删，你到现在在跟我说好几天不联络，好久啊，真的好久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谢谢平安果，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咱们就别去想他，过去了就过去了，没了就没了，该难过的时候就难过，但是其他时候也不要控制自己别想他，也不要试图去想他，就他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难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你喜欢他是也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那他不喜欢你的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这都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那就让它过去，你也还会再喜欢他的。对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骂他哭他，对啊，你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学校，你会认识更多心动的人，但是小模特每天都有看我直播啊，对啊，会有更多心动的人，真的。你都去加加社团就好了，都去参加活动，都去扩张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子。那是帅弟弟你，好了，感觉帅弟弟也经历很多。行了，帅弟弟你开导一下，我们小心宝陪他聊聊天。哎呀，那个林也很会聊天呢，都是通宵打电话的。毕业就没了，那也不一定啊，我是南宁的，
但是我现在主要活动的地区在上海，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也是，我有很多大学同学，他们也是，有一些广州的，现在也在上海活动，然后有时候也去北京去闯，看什么直播，跨国电话，微信不都能直接打吗？对啊，总会遇到新的圈子的，赚钱比较重要，赚钱非常重要，赚钱真的非常重要。比如我现在买衣服都要精挑细选，今天我想接个移动电源，觉得它5块钱一个小时太贵了，我怕这边没有的还，我就没有借。然后坐地铁回来的。嗨，晚上好。哇，还有星座公演，还有跨年公演，还有新的站位和公演要学。好了，我要学，我去了，我现在马上就去花钱。哎呀，握手握手还好了，跟你们见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嗯，我想去找一下艾佳。晚安各位，好啊，到时候排练完告诉你们可以吗？哦，谢谢，祝你转身发财啊，不是不是，也挺好的，谢谢，祝你转身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送了99个巧克力，祝你祝你今晚好梦，转身就发财哦，发财哦，记得转身。在广州没有暖气，好梦。